哥姐姐，我就是让你们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们偏是不听，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？之前9.9拍30条的哥姐姐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啊！因为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5月份的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卷到了8.8，还不够啊！另外，老弟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，咱哥姐姐一定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！直接7.8，倒数是整整30条钢丝洗碗抹布。哥姐姐，千万不要再用传统的钢丝球去刷锅刷碗了啊！坚硬刮手掉碎屑，而且呢还有划痕啊，非常不安全。现在呢，咱可以换成咱家这条钢丝洗碗抹布啊，它呢非常的柔软，而且呢不抽丝还不断丝啊，四周呢还有一个包边的设计，特别安全，特别好用。像咱平常清洗个餐具了，清洗个厨房用具了，清洗个瓜果蔬菜了，擦个灶台了，擦个油烟机了啊，都是不在话下。并且呢，咱家这款钢丝洗碗抹布啊，不会说像那个钢丝球一样会藏污纳垢有异味啊。咱家这款钢丝洗碗抹布呢，咱使用之后稍微拿清水一冲洗啊，就特别干净，不会说存在那种藏污纳垢有异味的情况。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5月份的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老铁们啊上了200单福利，咱哥哥姐姐一定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！直接7.8，倒数是整整30条钢丝洗碗抹布，厂家控价之后，优惠券随时关闭啊！趁着这活动，咱赶紧去搂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挂没挂成功啊！如果是7.8，倒数30条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